我们狐狸人向来足智多谋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会努力求生存，然后巩固我们的家族。我们需要帮忙的时候，部落伸出了援手，现在换我们报答了，这就是互惠互利。眼前有光鲜亮丽的世界，这等着你去冒险，出发吧，成为英雄。 为了狐狸人，也为了部落。有什么消息吗？要生存，就要够有本事。你好。 你是来买东西的吗？自己千万小心，没人能帮你。今天很适合战斗，对了，天天都适合。祝你顺心又如意，武器灵活又锋利。哎，你不可以死掉哦。 坐而言，不如起而行。有话就说吧。谢提酋长，我是基罗，我是沃鲁敦狐狸人的使者，我们想加入部落。 我们在沙漠中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没想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但是部落让我们知道，生活不只是生存。如果你能接纳我们，我们就能携手探索这个世界。听到你的族人有这样的意愿，我们非常荣幸。不过恐怕我得拒绝。为了满足部落现有盟友各自的需求。 我们已经左支右绌，现在要接纳你们，并不是明智的决定。但是，请接受奥格玛对你们的款待。无论狐狸人加不加入部落，你们都能随意进出这座城市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接见我，酋长。 你带了什么过来吗？
沙漠里可是适者生存。请说。那家不断进犯朱大厦的海岸，一定要在他们造成更大威胁前击退他们。Aron Akana， 贝恩派了人去苏拉马尔帮我们生产蜜能酒，但是管理他们并不容易。Swamka，我们在碎脊之地建造前哨站的时候，那些苦工突然就消失了，我需要他们赶快回去工作。你是来买东西的吗？泥沙，去祖达萨帮帮他们吧，把那些那家打个措手不及。米若，你能去苏拉马尔和酒商谈谈吗？没问题，基罗。很好，准备开始行动。你带了什么过来吗？继续前进，那些苦工应该就在附近。沙夏闻到味道了，应该就是这里，或许他们在其中一间房子，进去查看一下，我帮你把风。放下工具，举起你们的拳头。什么？奥格玛来的人，你终于肯听我们的诉求了吗？嗯，有事要做吗？你想做什么？如果我当上大酋长，我要让部落尊敬苦工。有话就说吧。我们要想办法安抚这些苦工。嗯，有事要做吗？嗯，有话就说吧。我要回碎脊之地煮一顿好吃的。你有什么事？听到了吗？快走吧，部落终于听我们说话了。碎脊之地有派对，我们快回去吧。你是来买东西的吗？沙漠会引导我们。不想死就快走吧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敢挑战部落未来的大酋长，我要把你剁成肉酱。
我投降，你赢了。有话就说吧。沙漠里可是适者生存。Lockdown， 不要忘记你的职责。酋长，他们继续工作了。很高兴看到部落有好好处理这件事。没错，指挥官。不过事情能有所转变，并不是我的功劳。你带了什么过来吗？沙漠会引导我们。见到你真好，这些纳迦根本没完没了。不管接下来要做什么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不，如果我们想阻止纳迦，我们得瓦解他们首领的护盾，全都靠你了。那个滑溜的深海女巫，阻止这场入侵。大海会吞噬你们！这个交给我，破潮者，吃我一刀！那家可以这么好玩。逃税退了。今天很适合战斗。对了，天天都差不多该走了，我们奥格玛见。有什么事？谢谢你这么快就解决这个麻烦，能有这么可靠的盟友实在是赞达拉的福气。桑基，这不是我做的，但是我很高兴看到危机解除。你是来买东西的吗？沙漠里可是适者生存。感谢沙尘，你来了，这里非常不对劲。我可以帮忙。独自旅行危险多。最新的八卦是什么呀？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。哼！大地的深处充满危险。我一直在研究新食谱，我还有很多要学的。哦，你好，开始行动吧。不知道这工作能不能让你大发挥才能，听起来很合理，
哥布林随时都有办法弄到任何需要的东西。高龄永存，铭记的决定。高岭牛头人真的很强壮。大地的深处充满危险。变化是生活的调味料。好主意，糯米的创作料理非常出名。别忘了吃东西。我们去跟酒商谈谈我们做的改变。Ashtorosh Dineel. I can see you. Dodo really likes you. You still will come back, Bob. Come eat something.好啊，吃得好，心情就会好。我之前见过你吗？眼睛放亮一点。再见面的朋友，人饿了吗？记得要用新鲜的食材哦。Ashtorosh Dineel。 色泽漂亮，也非常浓郁。啊，闻起来很香。很好，跟我自己做的一样精美。我可以帮忙。我回大城市等你。你需要什么吗？基罗，之前这么快就拒绝你，我非常抱歉。部落之所以能够生存，是因为我们在逆境中团结。我拒绝了你，但你还是无私地帮助了我们，就像在沃鲁敦的时候一样。
你们展现了真正的部落精神。如果你们还愿意加入我们，我们将会非常欢迎。酋长，这是我们的荣幸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沃鲁敦的狐狸人就是部落的盟友。你带了什么过来吗？他们应该不吃羊驼吧？